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直到今天6月12号呢，我们马来西亚的确诊人数呢，还是在5000人以上呢，每一天。那其实呢，大家有想过自己可以在这一个 FMCO 的期间做些什么吗？除了如果要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勤洗手之外呢，还有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然后尽量饮食均衡，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更好的运作。那在这里呢，我也想要推荐大家我每天都在服用的一款可以直接提升我们体内抗体的营养食品，我称它为牛初乳。那牛初乳到底是什么呢？牛初乳其实就是母牛在生产后呢，大概是在70小时里面的初牛奶，我们叫它为初乳。我喝的牛初乳呢，是在36小时里面提取的黄金初乳。那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就是每天会喝它，每天一杯两汤匙，因为我目前是母乳妈妈，我的宝宝现在是7个月的宝宝，每一次的奶量是大概在200ml 左右的，所以我是喝它每天喝1到2杯 ，OK， 它可以让我的精神更好，然后也可以补充我的钙质，然后修复我的身体的肠胃道等等的，也可以让我整个人不容易这么憔悴，因为现在我偶尔晚上还是会起来喂奶的。再来呢，现在我想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搭配 Immune4 它其实就是纯的初乳嚼定牛奶糖的味道，那主要它就是能够在短时间里面让我们口服的方式来提升体内的抗体，它是有双倍浓缩的免疫球蛋白 IgG 主要是能够帮我们抗菌抗病毒，在短时间里面提升天然抗体的数量。只有牛初乳是唯一能够直接提升抗体的数量的食品，其他维他命 C 它是辅助我们，让我们这个免疫系统运作得更好。所以如果你搭配这个里面已经含有牛初乳还有维他命 C 的一个成分，再搭配这个 Immune4 的话呢，你可以在短时间里面就可以建立好免疫系统了。那现在呢，如果你这样子拿一套呢，是可以免邮送到你家，无论你是在东马还是在西马，都是免邮送到你家，只需要357令吉就可以拿整套回去了。这个是有60粒在里面的，60粒一天2粒，这个是可以喝28杯，里面也有1000毫克的钙质，还有1个billion的益生菌，还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所以你每天喝它来取代你的早餐，就可以达到我们修复，还有帮助我们免疫系统，还有补骨骼、肠胃道等等功能，也可以让皮肤越来越好哦。所以如果你想要有一个美容早餐，又可以达到健康，然后又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更好运作，来对抗疫情的话呢，千万记得要尝试拿这一套带回家哦。任何问题可以直接询问我和我的团队哦。谢谢大家。